道今年很特别，因为今年是十周年嘛。马吉斯杯要报名，要不要去？就揪一下，揪一下，揪一下。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马吉斯杯，第三次来参加。啊，今年是我第六次参加马吉斯杯了。因为它规模也很大嘛，全国性的，同时有大专的，然后有壮年组，然后有公开组，然后又有青少年，就是整个就是很有网球的氛围。对，来每次来比赛都觉得还蛮开心，蛮好玩的。这里的环境就是感觉很像一个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园，然后有阶梯式的球场，其实是蛮漂亮的。球队固定在这个时间就会派一群人就是来这边比赛。我们学校就每年都来这样，对吧？我们教练自己也有打。我们每年必来参加的比赛，一定会参加的，争取那个荣誉就其实就还蛮不错的，尽力就好，对吧？就过程嘛，就是不管你打得怎么样，你身后都会有一股人为你加油。